有灯吗？有。有灯啊、哦？有。是手电筒吗？不是，有的是手电筒，有的是火。哦、火蜡烛的。嗯。你们有没有吃饭吧？在山上。没，我没有吃饭，我们就吃糖果。阿鲁埃达西波摩罗蜜达，伊夏米达阿鲁伊萨。他是假仙的受灾户，来到山里，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。我们前中秋回三个人种地，从早上做到晚上。现在300块，好多，三个人很想哭。你咋在傍晚结束啥？好像大家传统对于受灾户就是说，哎，我好像把你安置在一个地方，对，就解决了。但没有想到是说，最困难的是日常的生活该怎么办。朝がだるまりなすかおばえだがば。我们这边真的假仙的，对，纳玛夏是六龟的大爱的，或者是我们这边自己山林的新庄的，通通都有，包含我们有个新的团队，就是小林村灭村其中一位，他们。光自己的近亲就走了22个人，哎呦天！他今年才进来，我都不太敢去问他的，因为他还没有办法释怀。他每一次看到人家办的那个告别式，他的眼泪就会不自觉这样流。其实我都懂，所以我就不会再去。所以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留下来？他的姐姐跟他的姐夫一家四口，还有两个小孩，当天也走，他的爸爸也走，然后他的近亲就22个。近亲就22个，因为那一天父亲节，很多人都回到村庄里面。天哪、啊，好惨，真的很可怕，那真的很可怕。回来过节，真的真的，没想到一整个真的都改掉。